飞狗，两只断路，是飞狗。要不，拉，就是车道小心，车道小心。刚才我敏锐的眼睛看到了有人往右边走。应该去车道。虽然 CY 说去车道了，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哎、欸，怎么有看到？下水道。哎呦！哦，我撞到他了！我靠！这局我打完后立马开 RP 检查。两只断路，两只断路。各位刚刚有看到门口有东西往右边走吗？居然是！小心！